个老人家唱唱歌，动动手，甩甩头，慈心好像阳光，给这个养老院带来了活力与朝气。家里看嘛来哩，这地楼下比较飘啦，我硬硬啊，本身用的便宜，谁他妈飘娃来不弄？老古嘞，没家，地婆婆的就怎么又来那样，婆婆啊，收长辈的，陪来陪去的。16位缅甸慈亲来到仰光市区的养老院关怀老人，也让慈亲了解长者内心对家人关怀的渴望，体验深刻。收留钱，我花的收留钱，我底下买个地基种表格，代表爸妈们路啊，买皮肤底下买住嘞，你得的手表，他们顾家走路那个也没得路安尼啊，对呀，走路你腿不白。表你好嘞，对呀咯，谁他妈养表嘞？就那路拉咯，养表嘞嘞，啊，就那路阿爷嘞，婆婆嘞，我滴路过阿拉的阿亲拉表，过阿婆婆因路拉少少买路，将来滴妈妈少少的阿亲呢，来过阿妈过阿婆婆变表，悠悠滴滴呢变表少少把买。活动结束，慈亲还走进行动不便的长者身边，带来温暖，也把这份关怀带回家，重拾跟爷爷奶奶相处的愉快记忆。大新闻缅甸报道。